我好了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节神 Universe》，然后我现在用的是国际服的，它日服的应该也是在同样的关卡吧？那来看一下12个主线能打到的 SS 风格哦，我数一下应该是12个没有错啊。那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新的，可是日服都还没更新嘛，所以要有可能也是要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好啊，所有的风格都是在，very hard 的难度吗？反正都是在第三个难度才打得到。不对，好像有一个露珠不是？啊，所以是13个。好吧，漏掉一只。好啊，在 very hard 的有12只，这样讲会不会有点牵强啊？好。第一个是罗宾哦，一只，哇，要跑一下，那就这样按一按就好了吧。那角色强度就我也不会讲反正就有空就打一下。然后下面一只是二只一只三，阿五哦，蜥蜴人嘛，那读取的时间可能比我讲的时间还久。啊，这个文字我会放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里面啊。其实好像也不用做影片，对不对？啊，让我随一个视频。然后4只1只5，太累哦。4只1只5。卡，这只叫泰瑞，我命你就把他名字打起来，然后对不上是哪一个角色？然后下一个是8只2只1，8只2只1，这只叫刘特。这只，那我都打到了，就没有详细资讯了。应该是这样吧？我记得好像没打到之前，点它会有它的资讯。然后10只2只4，沃德，这只。是啊。然后11只2只1，11只2只1，白眉华，这边好像没有办法看角色的状态。然后12只2只3。40，这只，还有外传，它外传有2个啊。这个外传是那个什么洛亚努侯爵阿乌斯巴哈，哦，可以打到缪斯。外传1只3，这只，然后13只2只3，3只2只3，雅尼，然后14只2只4。4只2只4，这只叫大熊。然后另外一个外传1只5，这个外传叫巨龙多拉与魔龙公部灭。
可以打到波鲁卡诺，然后是第二章了，一步二章，在二之一之三，又是一之三，可以打到维克托，维克托 ，OK， 然后呵呵漏掉了那个露珠，对啊，我怎么会漏掉这一只？我标题还要再改一下，它好像是在，星象官神毒吗？不是，我找一下。我记得超前面的、啊，那个打龙的，哦，在这边，一之二之十二，啊，只有 normal 难度有。这只漏掉了，它 hard 变成碎片 ，very hard 没有了。哦，这样总共13只，那大概这样啊。这只后面好像就用不太到了、啊，虽然我日服还是在用这只，我是换只了啦，好，我忘了换只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都用这只拿来当弹，好吧，那大概这样，先收台了。